是这世界上最帅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这样的配帅？我是这世界上最帅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这样？那时候其实就是林佑就是找我说可不可以一起合作一个作品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打算 一起写一首歌。对，那其实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林佑很，他有一种很可爱的魅力，所以其实我想要帮他写一首反而是被甩的歌，因为我觉得女生会觉得哦，这种男生的那种被甩的神奇的呐喊其实很可爱。对，觉得我帅吗？林佑真的很帅，我很羡慕你的颧骨。颧骨，我很希望我也有这么英俊的颧骨哦，因为明佑是最帅的人，所以里面有一个帅的情绪，象棋有个帅将，所以在音乐上，九月娜也非常的有将才，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棋子里面的将，是，因为我们其实做音乐就有进有退，其实很像在下象棋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把这个将呢要送给九月娜，所以这一步棋只有我们两个在的时候能够玩。哦 ，OK， 哦 OK， 哎对。弄成别针也不错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蔡明你不要挑战九月娜，他最会摆这种姿势了，下，耶，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九月娜，她带领我一直往前打破恐慌，然后她又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，所以今天其实她一上台，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冷。然后他一下台，就我刚刚其实唱一唱《假男友》，然后我就开始流鼻涕，所以他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温暖。我希望能够站上，我先不要讲小巨蛋，先讲国际会议中心好了，这样子的大型舞台。虽然不知道在哪里，但是我希望，喜欢我的朋友们，或喜欢我的音乐的朋友们，陪我一起完成这个梦。对。